现在为各位拆解这个库卡的六轴的机械手臂，正在拆解的是最后一轴，就是第一轴。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都很多的螺丝孔哦，这个就是下面有很多的螺丝孔，这个就是我们正在拆解这个第一轴的部分。那边没有了哈，那边都下来了哈，边是这边应该都下来了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哎、欸，这粒螺丝是什么螺丝？这啊，就是那个减速机的本体的。哦，减速机本体的，就是。啊，大哥的拆掉一轴，就是跟上面那个就可以分开了，就是了。老师再说一次好不好？你说什么手臂适合趴着下去的？不同态度。这一型的，这一型的它适合做一个很高的底座，2到3米，然后把手臂放到那上面去。啊，因为它这个第二轴哈、哦，它可以打平以外，它还可以再往下趴，所以它可以抓很低的东西，啊，就是看你的运用了。哦，那所以它这样子可以运动的高度深度就够，就是从高到下面深。这样子它行程就变多了嘛，就变很多。OK， 啊，有一些是它第二种，它可以往后仰着，所以它可以东西拿着就这样子过来。对，它不用再整个第一轴转过来，它就这样。放下来要逼上去吗？要逼上去啊、哦！那我们螺丝要先锁了。这个没有功用。那个是锁减速器的。这个是不是逼的螺丝孔？这个，这里里面有牙，是吗？可是有牙，可是应该是外面有牙逼进去吧？那要不要降低一下？这样会不会危险？我们把它放下来。对。Pitching with the animal, huh? Right.
然后像一般我们要控制机械锁臂的时候哈、啊，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让电送到那六颗伺服码的。啊，我们要送电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一、二、三这个白板键任何一个按着第一段，因为它有一段、两段，你如果按到第二段跟没有按一样，那个伺服码打开。就你们紧张的时候，你出事情的时候，第二会压下来，所以就有一点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轻轻按着第一段，那等到这 SIR 这个 I 变绿色了，好，现在我把它放掉，那个红色，然后我把它按着，它就变成绿色。啊，基本上就变绿色，然后我们就这个六，这个叫六一滑鼠。你说，我要让机械手臂往下啊，然后我们手机这样子按着，然后就往下了。啊，我要往上啊，就把它往上拖。哦。要让它往那一边，要手这样推着。跟腰杆一样。对。然后往这边就这样拉着。啊，往那边走就整个球往这里面推。啊。那个可能只能够没有可以，然后我要让它往这边走啊，把这个球往搬，然后我要让它现在这样打啊，啊，就把这个球这样打。吊起来。没有用这个叉。现在把它分解了，是不是？不要伸进去哦，差不多了，要掉了，已经分离了啊、哦。对。所以他们在设计这个。脚不要进去哦，太顽强。这里面哪有油？这刚才减速器应该是油封应该坏掉了，所以它油是从哪里来的？它应该是在这个减速器里面，可是怎么会油孔、啊、可是对 啊应该怎么会在这个上方？应该油不是从第二组下去的，就是它自己本身的、哦、是啊、哦、有可能是第二组留下的，这要看、啊、应该是上面留下，对，应该是上面留下，上面都下来。你们刚才拆的时候也，可是这边都很干净啊，这边都很干净啊。老师，咱的清搞这哪有油？理论上不要，不能会，不可能会有油。哎，他这刚刚掉下来，请起来。不会。啊，里面本来就有油啊。它油是在齿轮箱里面吧？怎么会在外面？对。先后退好。有时候会怕说哈，它本来撞在那边的时候，然后本身这里面太多油在里面。可是这个油也太多了、啊，你买什么高桥？看到是不是上一次加油的人已经加太满，满出来满到这个地方，满到这个地方，
它加的过程有可能那个水那流动关系冲出来、哦、你上面这里是维修孔，然后在加油的时候它可能已经从这边倒下来，然后可是它已经加在这个外面了，就是它还没满，因为它这边是密封的，对啊，然后这一边跟那个还有个缝隙有没有，对啊、哦、这密封就有缝隙，它有满出来，然后在这缝隙里面啊，结果你一开了然后它就掉下来、哦，那这四个是加油孔是不是？没有，这就跟刚刚那个一样，转一下拆螺丝，转一下拆螺丝啊。啊，这个减速机就整个起来了，就是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完成了。拆了。下面那个要拆的就行了。啊。对，啊，所以你要拆吗？不行啊，要把它拆了。拆拆。嗯。对。所以你要把它这个当做第四轴用，就是没有没有，是旋转台 turntable， 对 对, 对，这个要当做旋转台用啊，所以就不拆了吧？就是还要拆、啊，还要拆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就要让这个跟这个分开啊。哦。因为以后做旋转台的话，是要把这个 table 对，要把这锁在这里面。哦。马达是这里。哦。你有要马达打到下面就是了。对，啊，然后就会变成跟我这个一样。哦，改造了啊！对，哎呀，你怎么这边用？是拿它的减速机来用，对，在盘面。然后这样子就增加它的价值，增加好几十倍了。这个要不要？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摩托新加油了，对吗？摩托新加油了，一桶内底吗？对啊。无啦。无啦。我老师讲一只加油嘞。无啦，唔是有只。问一下。唔是有只。啊，你真个一定要透回再当加油。对啊对啊。老师。这边是漏油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跟你请教一下。啊，要加油的时候，会使为这摩托新来加入去吗？无啦。因为它这一边它没有动，它动只有到这边而已。哦。啊，你把它加，然后它满出来了，那用吸管就把它吸走就可以了。吸走。啊，无你你电电工他们在台北加油，是加。罗，那你把正常无拆缸呢？对啊对啊对啊。那我们是这两个缸。啊，你莫打头套了，那个忘掉。嗯。莫打头了，那个忘掉。不是，伊边啊维修孔，为边啊维修孔。啊，反正这个是漏油加油就这两个。老师，阿姨，这种那几个嘞？啊，这条供的。好了，哎呀，供的。不，这条它也是在漏油的。嗯。赶快加油。对。啊，咱这个放冷，然后这个放水就透风。对啊。哎。我爱抽掉。对。有个气孔。啊，然后咱的油漏完以后，啊，我们惯的习惯都是油从下面往上打，根本就空对。哦，啊，老师，咱先搞起来，每一只库卡的都有这个尾巴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对，有一些机种啊、哦，它只有上面锁一个螺丝，啊，你要以后每一次保养啊，都要把手背吊起来。嗯。啊，然后如果你没有做好定位的话啊。所谓的放回去，点位都跑掉了。只要差一点点的角度，就跑很多了。啊，所以说，如果不是那种特殊机种，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可能会帮客户一样装一条这种管子，啊，你要换加油，不用去动到手臂。因为我不知道德国为什么设计那一型的，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。您现在库卡有在大陆做吗？
不是大陆买了股票，现在已经被大陆买走了。现在大陆德利是不是海是美的啊？美的啊，所以现在那个大陆那边已经有生产线了，所以说它的 low 吧，它有的是 made in China， 有的 made in human。那所以 KUKA 的减速机全部都是日本的减速机哦。对。以前我们在 KUKA， 我们是时常要回德国去受训，然后一待可能两个礼拜、一个月这样。那、你是去德国玩泡妞的吧？泡那个西安的，泡妞。好时间的。你怎么过去问一种话变成气的？啊，这不继续听啊？我们的，好啦。你今天拢无听到，今天让你认真一下，紧的，我咧让你录起来。你不可以对不起我们的社群的人。奇怪，打手机机，冒充废物。那个其实有那个修理过这个我们这种机械的老柴油哈，大概都知道，因为我们这种拆螺丝哈，那有些比他年轻的都会这样子，就说直接凭他的力啊，然后就要这样推啊，然后那个啊，其实那个是最没有效率的啊，我们做久了，我们都会说掌握那瞬间啊，就爆发力，对啊，然后啊有一些这样子。啊，其实也没开啊，你看你那转收音也干掉啊。我现在只剩下一张嘴了。没有，那个我讲一些，因为有一些人就要推啊，然后推到啊，这个都会动，然后这个螺丝还在原地动。我的妈！来示范一二三。哎，对，那、然后谁要来示范一下？小磊呢？我被拉闸了。就是万钧怎么样？拉推的力量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你用拉的会不会比较没有那个？就突然间，阿妙谁要示范一下？你是这个？他好像会，因为他会转。这是边附近才用啊。没有，我有看那个。不然不然那个就拆那种螺丝很忌讳哈，就慢慢推，你永远弄不开，然后只是这个东西会一直跑而已。啊，不过突然瞬间那一块力哈，那一个力啊，有时候也会造成受伤，肌腱而已。好，这个。还有我们有时候有两颗，有一根那边有两颗螺母，还有时候我们要把那两颗螺母把它放松，锁紧的，知道没有？我们比较忌讳是这样子用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说很容易受伤。我们都夹着以后，
然后就是靠它的那个剪剪刀力，所以抓，啊这样抓的话手腕不会受伤，而且也很容易把松绑，而且就是放松，就不会夹到自己手。对，哎，啊所以说要小心小心。这是24颗，对，又来了。这24颗，你说做这个工作很无聊，真的。你可不可以跟德国反映一下，螺丝不要这么多个？他们有他们的道理的。他会说你用气动工具就好了。你松我转。一般都用 AR 链子下去打，啊不，刚偷这几粒螺丝偷到外面去。老师啊，这几粒掏完是不是会使下班啊？哎、欸，对。啊，等下是不是边啊领工钱？那个听说高雄张先生他要发我们工钱。哦，呵呵，这个 friendly 高雄张先生要发我们工钱就是了。我们今天做的时候满身大汗，张先生看在眼里。哦，对，你啊，对，你啊。啊，然后以后他台吧卖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分给我们，真的是太没有什么，啊、太没有什么。良心叫告包去了呀！不要讲话，你爱讲二十几先开始讲好不好？你是爱讲话，不要讲话啦。人家二十几，你爱讲四十几的体力，你这样还不错了呢。这个第一轴的这个 harmonic 的减速机，其实跟我们刚刚的第二轴的是大同小异的哈。现在也正在拆，刚刚这个是第二轴的减速机，它跟这个第一轴的其实是大同小异。那我们直播的现场就大概是到这里，那后面有什么更新的资料，我们会再跟各位再做直播的部分。不过这个不是我所能控制，因为是 Cam 主持人。